Yep. Oh. 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凯文和游戏，我是凯文。今天呢，凯文要玩随身而动的尖叫吧手机游戏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，游戏开始吧！朋友们，给大家介绍游戏的方法吧，是凯文第一次做的手机游戏哦。上面呢有经典模式，看到了吧，朋友们？点击一下。啊，要用声音操作，一点击就会开始。经典模式，哒哒哒，跳，哒哒哒哒哒，跳。知道怎么玩了吧？哦，噔 ，Go Go！ 就是这么玩的。那么现在开始，凯文要做第一个任务了哦。现在开始吧。哦，这次呢，凯文能说自己想说的任何的话，也能向朋友们打招呼，什么话都能说的呢。这样呢，最终能够前进到多少米呢？我们来试一试看吧。那么第一个任务，挑战，要说啥呢？要做吗？啊，要说啥呢？继续前进。啊啊！朋友们，哦，1米了，12米，12米 ，Go！ 哦，我，哦，蘑菇，蘑菇 ，Jump！ 啊！现在凯文第一次前进了19米。这个好好玩啊！接着做第二个任务吧，开始了。先抽一个摄影师朋友所给的单词后，再做这个尖叫游戏。什么时候能抽签呢？哦，这里有很多签子啊，我要筛选了，选一个呢。选好了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汪汪！这次呢，只能发出汪汪的声音来操作这个游戏了啊！其他话都不能说，只能说汪汪。凯文能做到吗？汪汪！汪汪汪汪汪汪！汪汪汪汪！汪汪汪汪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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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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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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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朋友们，踩到蘑菇了！朋友们，用旺旺呢，远远达不到50米。这次呢，凯文得，这次凯文要换一个方法来挑战50米。凯文一定要成功！我能行！挑战。这次呢，第三个任务是可以使用道具玩游戏，可以用道具发出声音，也可以用凯文的声音。这次能做到，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具呢？当当，嘣，是空气大炮，拿着强有力的空气大炮向50米挑战，挑战，咚，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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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Jump! Jump! Jump!
jump, jump, jump! Jump! Jump, jump, jump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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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 yeah, yeah! Oh. Yeah.尖叫吧！啊，达到45米了，这个结果太可惜了呀！你们看呀，朋友们，受不了了，哇，头好痛啊！太可惜了，45米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不说话的话，它会掉下去的。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呢？哦，妈呀，怎么办呀？45米太可惜了，再向前5米的话，就能达到50米了呢。哦，我没有力气说话了，嗓子好疼啊。朋友们，凯文呢，因为嗓子太疼了，所以这次呢，代替麦克风用这个来说话了。自娱自乐的凯文，跟朋友们一起一边弹钢琴，一边用麦克风挑战这个尖叫吧软件吧。现在马上，现在马上挑战。二，跳。这样的方法不好使，钢琴声音太小了，跳的时候要发出声音的。跳动的时候我要用麦克风，走动的时候呢我要弹钢琴，然后跳动的时候呢达到50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那么这次呢，这个钢琴呢，朋友们是自带音乐的，给你们听。那么这次呢，哦，听到了吗，朋友们？听到了吧？把音乐音量调大调小的方法，看看能不能操作游戏呢？挑战，50米，跳，在零，跳，我目前是没顺利，跳，非常好。一只蘑菇瞬间掉下去了，边弹钢琴边跳，听着音乐跳，达到了25米，哦，26了 ，jump jump， 嘟嘟，跳，呀呀呀呀，非常好，34米 ，jump。到40米了，朋友们，跳！跳！跳！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哦，哇！朋友们，我成功了。
十米成功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凯文，哎呦，凯文呢拿着这个尖叫板一起玩了玩，一直在大声尖叫，嗓子虽然很疼，但是非常有意思。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给大家玩哦。朋友们，再见喽！